收看羽球密码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是华中羽球馆，我们现在要进去突袭一下我们在华中羽球馆晚上的团训班。OK，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吧。我们来到华中羽球馆。这边是我们的团训班的教练，我们教练正在教学。目前呢是有分成进阶班李新杰教练，还有初阶班的嘉阳教练。看到新杰教练其实蛮认真的在教进阶的部分，进阶部分呢主要都是以双打为主。访问你一下吗？访问你一下吗？你觉得这个团训班的打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进步非常快，很喘，对不对？很有让我有训练到的感觉。那你觉得价格 OK 吗？实惠吗？其实400块来讲，打两个小时，我觉得非常的实惠， okay. 因为毕竟外面课找不到这个价格。那你觉得那个教练人怎么样？教练都还蛮优秀的，就是该。针对的地方有针对，让我们加强到。那你是上进阶还是初阶的课啊？我原本从初阶开始上，然后上到进阶这样子， okay, okay. 有感觉到自己明显的进步。好 ，OK， 谢谢啊，谢谢。Hello， 可以访问你一下吗？要访问我什么？我要问你说，你觉得团训班上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我
觉得强度对来说是我想要的。是你想要的强度就对了。我今年的强度差不多。那你觉得价格你可以接受吗？价格我觉得差不多吧，两个小时这个价格我觉得应该算蛮合理的。OK， 那你觉得教练人怎么样？教练人怎么样？还不错，但是有一点小严肃。又太小严肃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啊。小凯 ，Hello， 你觉得团训班怎么样？还不错、都有学到很多东西。真的吗？那你觉得教练人怎么样？教练又漂亮，教得又好。Okay. 有可爱，对。那你觉得我们的团训班的收费怎么样？标准还 OK 吗？很合理，很合理吗？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Hello， 不要躲了，不要躲了，就是你了。OK， 我想要问一下说，你觉得团训班上下来有什么感觉？还不错啊。很喘，对不对？帮我矫正我的动作啊，还有像我刚刚那个小球，我本身就比较不会放，所以就是找教练好，就是可以学你不会的技巧，就是把一些自己的坏习惯修正，然后又可以增加自己的球技的意思，就对。那你觉得我们的收费怎么样？收费应该算还蛮合理的啦，因为我之前有上过个人教练。他个人教练就是又要包场地又要包教练费，所以相对价格会比较高。Okay. 而且就是你跟教练打，你可能累死，然后没得休息。OK， 那我们代表说我们这边休息的福利还不错，对不对？是因为你可以中间休息一下，然后让人家上去轮替，然后你也可以顺便看人家的动作，然后再矫正自己。就是有得休息，又有得休息。OK， 那你觉得我们教练怎么样？教练呢、啊？但是我觉得都不错，因为我在团训班，就是因为我轮班的关系，所以我是断断续续上。OK。不过就是目前给我教过我的教练，就是都还不错。OK，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未来想要来团训班的人说呢？来找我打球吧。OK， 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Hello， 你觉得我们球迷马的团训班上起来怎么样呢？上起来还不错啊。那你觉得我们收费的价钱的方面合理吗？合理。那你觉得教练人怎么样？教练人不错啊。还蛮细心的吧？对。OK 吧 ？OK。OK。谢谢哦。Hello， 请问就是你觉得今天团训班上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团训班上起来就是感觉很累，对啊，但很有收获，对。OK， 那你觉得我们收费的价钱合理吗？我觉得还蛮合理的，就是因为还有包括胶，然后还有场地费，就是平常在打的话觉得是很合理的。Okay. 然后团训班在上课的时候，就是学生如果有的话，可以一起了解他们的问题。因为我不一定会犯他们的问题，可是他们有的我就会知道。对。那你觉得教练人怎么样？教练人很 nice， 很有耐心。可是其实我们会错很多一样的问题，就是他还是会一直在，就是一直不断说明。我觉得这样子很好。OK， 谢谢你哦，谢谢。教练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对就是团训班上课的学生，你觉得他们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认真又上进，他们会请教我很多问题。可是他们说你有点严肃，哎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我一直在对他们面带笑容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感觉好像严肃一
较有一点，比较有点气场，有点误会你的意思就对了。OK， 那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未来想要来团训班学球的学生说呢？希望喜欢打羽球的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个团训班， okay. 然后跟大家一起打球，对，打球。好喽，以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羽球密码团训班的突击采访，好，我们要回去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团训班的福利时间。我们即将在11月17号礼拜天下午1点到3点在台南市羽球馆举办团训班会员年终赛，只要是参加过团训班的会员都免费参加哦，跟我们一起变得更强更好玩。